觉得事是一种能量，给人们带来自信，是一个势不可挡的一种魅力。一个人的气场跟气质才是最重要的，真的需要时间的沉淀才会有这些。就因为我刚开始在舞台上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让我自己撑一个舞台，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有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舞台，每天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的时候，当你再站上舞台就跟以前不一样。我现在身上最强大的事就是我的实力，我就是因为零食而有了自信。但住在苦闷的话底下作品都没出废话就是脏话说我 rap 不走位的人那些跟风黑我的人下来继续听可你们那次个有我创造的狗带和 That's my rapping in your shit is a freaking 每一个人听到我的 flow That's my king 这声带有穿透力的声音